韩网突然传出男星 Van 出轨高尔夫球手朴杰，引发了韩网热议。很快的，这个瓜也传到了内娱，不少网友都纷纷表示不可信。据悉，韩网突然有网友爆料称，男星 Van 出轨了一位96年出生的高尔夫球手，随后女方的照片被扒出，长相酷似 Van 妻子金泰熙。传闻出来后，网友纷纷调侃，如果真的是出轨了，那 Ray 是不是因为眼睛太小认错人了？还有网友称，正版金泰熙不珍惜，跑去跟盗版出轨，也太好笑了吧！不得不说，网友也是会调侃。不过面对这个爆料， Ray 经纪公司很快就发生回应了，迅速辟谣否认相关爆料，现在流传的谣言并不属实。因为没有回应的必要，所以一直保持沉默。看来经纪公司也觉得很荒谬，所以之前没有辟谣。不过现在随着谣言的持续扩散，人方面也正在准备采取法律措施，可不要塌房啊。